你的设计作品被法国的设计总监给认可了呀，所以呢，就特批了一个名额给你。梦寐以求的机会就在眼前，小两口能为梦想突破阻力吗？不行，怎么非得到法国去学？桃子回来，我就晚两年，也就晚两年，我怎么就生你这么不孝的下流？必须跟我。